轻点下来，这个写了好几次哈、哦，要不要这个撇自己挑哈、哦？它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哈、哦。我可能稍微会改一下，因为它净写了三四次，都小小一点小小的问题，所以我在创作的时候，我大概就稍微改一下。临帖的时候，我完全不动哦，没有资格了，你没有资格动一个流传这么久的书籍的作品，但是你要自己创作，那你家的事了。那情上面有个情哦，那既然这样就不能写一样了，因为你上面一个情刚刚写过静，那你现在又写一样，那这样人家会怀疑说你怎么都没有发现，所以通常我们都会让它有点不是一样的一样啊，一样是轻了，但是看起来就是有点不一样。好，一这里写重。你不要太长，这个也不用太长，啊，因为等一下这里会有一个，这是一个流动，新写过，写得很重，拉高，这里弹进去，起来，弹起来，略微拉高，往下勾，动也写过。撇，拉平哦，因为短撇通常都比较平啊，基本上没什么斜度哈、哦，你这样看起来才能跟下面的横画做一个搭配。这边短一点啊、哦，这边短一点是因为这边还有个立嘛，哦，在音符间里面，这里通常都比较长，所以都会卡到。神音符经有出现过好几次，每次写的都不一样，你挑一个就好了，挑一个你顺眼的，拉长。神皮皮。也短，那可以拉长。好，手可以像那个宇宙的宇一样，让它写短一点哦。这下面的部分让它写短，啊、哦，不用写太长哦，因为它究竟还是偏扁呢、啊。真，好，把它写宽一点啊。是一个图，以前是图了，以前是写这样子，现在改了。好，那下来，好，一个向左，这个向右，这是故意的，这个也是向右，哦，等于说左边它伸展，右边它伸展，蛮，好，中间。写这个比较简单的哦，四个点。